转到影片来介绍，今年台南市政府所推出的台南好康券的这好康优惠内容，为了抢攻到暑假的旅游商机，台南市连续四天来办理着台南好康券，七月一号将正式来上路。合法旅游，以前合法的旅游有820家都可以，你只要入住这个领取好康券跟抽好康的这个活动，合法的旅游就可以获得这个好康券。进来好康券是用这个虚拟的电子好康券，住本市的合法旅宿就已经取得这个好康的这个资格。那扫描这个都是一些程序作业，有大概56个奖项。市政府提表示讲，今年好康券的活动有四个月，超过上千间的大卖业者、甲饭店业者、餐厅业者等来参与，来提供着好康，欢迎全国游客到台南来佚佗。好康券决定再接再厉，一起来啊，跟大家啊一起在打造台南市作为一个旅宿的一个非常好的城市。那好还要加好，因为你努力，别人也努力啊。你如果你现在是武林盟主，你现在是第一名，你不努力了，那别人上去那就被比下来。因此我们还是要继续啊，把好康券好的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，持续推动下去。在这回台南好康券的活动，民众的活动期间来到台南大店饭店扫描的 QR code， 登录到活动官方网站，注册到会员，填写资料，会当领到电子的台南好康券。不但有专属的这旅游优惠，还有免费电子的这坐车券，公车会当让你坐免惊。你除了是大美甲坐公车有优惠好康之外，景点门票嘛同款享受到优惠。同时活动期间，透过官方网站来完成到食宿旅购行五项的这集章任务。得当参加抽奖，总共200多项，而且奖项总计达超过到30万。南天新闻台以上台南采访报道。